下半場咧又要開始啦，咁喺度咧首先介紹一下我哋嘅音樂師傅先，我哋嘅音樂領導盧霆鋒師傅、簫笛宋益文師傅、揚琴林楚欣師傅、大丸周次佳師傅、古箏黃秀山師傅。 吉他赵庆云师傅、笛子泰山师傅、琵琶陈贤德师傅、钟胡钟子金师傅。而喺击乐方面，为我哋掌板嘅系陈燕峰师傅，下手系陈健师傅同埋廖直球师傅。 我哋跟住要介绍呢支曲咧，系叫做《乌龙院借茶》，系方文胜先生嘅作品嚟嘅。佢系讲到阿阎式娇，佢系阿宋江嘅妾侍，但系宋江不解风情，将佢冷落，令到佢心咧非常嘅愁闷嘅。嗱，呢支曲咧就系讲阿阎式娇邂逅花花公子阿张文远嘅经过，请各位咧系细心收听。呢支曲我哋系。 再次請出呂桂開師傅，佢係會同游瑞貞導師合唱嘅，請各位細心欣賞。有請呂桂開師傅、游瑞貞導師。
暖色上花醉念咩迷，凡歌往巡流，路经小镇区，四歌徐徐，要鉴赏啲标志峨眉。真系妙啊！心肝啦，啊卜卜卜个跳，好似天仙啊，佳丽。金钩啊，架烟啊，降天梯。嗱，万妖之趣啊，风扬之，哎呀艳，分云点啊艳，真意起啊香艳。娇媚啊，我就魂魄就嚟啊了啊喂啊喂！公子又嚟啊！公子又嚟啊！哎呀，哎姑娘又嚟！哎呀，逢根受魄，原来是姑娘之物，小生借伤奉还啊吓！
中人流浪，回望山里受谷起见风来意。小姐慢行，小姐慢行。公子欢何事呀、啊？公子欢小女子何事呢？系薄锦厚荷衬啊皮，玉凤仙居前，且问香茶小事。流音稍起，今夜寒冤，望上我报施。
眼亭丁当光环配丹池教屋真系怪不得，怪不得咯！你甜蜜月不那张，你呀似呀唐阿姨，却若啊丽呀则难舍弃。正逐香尘啊，吹雾啊，你云啊满虚也掩，神女倚岸坐机奇，似笑似啊真。少啊子，看后双眼啊老好回舟啊乱，难以旁睡啊老腰金啊贵，嗱又要夜念啊佳人。念唤娇，声细啊。
是娇小姐啊。我就坐低慢慢讲俾你听啦吓。成世呀居，十六岁初弟守财，诗画琴啊棋，骑射秋啊弓，就文武兼啊备。秦啊燕，胡椒啊鸡，琼枝迷足啊客，玉座船公啊贵，怕玉与佢苏眉。啊系咧，不知今日是方神。所以我面何佳人方为是啊啊啊方神嘛啊
是啊。你还是回家去吧。啊，唔得。秋波仍然转转嚟睇，寂寞啊，芳心啊，容易啊闭。口啊甜啊舌滑，空啊娇姿，愿伴你春赏花，秋听啊雨，冬踏雪，夏观月，千里啊情缘闯天池，石榴啊群下，永啊相啊随啊。情将来何愁？暂忘烦恼，共啊欢啊愉啊！饮酒啊！咪退啦吓！哎呀！Yeah!
计啊，贪啊入手怀啊。他大笑大怨了动情啊诗，他抱我进了妾身的香闺，他暗借断意半推半临时。